25岁蔡瑞雪学生时期因一张身穿韩服的绝美照在 IG 爆红，以清新气质及甜美外形出名，被封为北一女神。蔡瑞雪常常在社群平台分享生活照，一直以来都是长发造型的她，日前将头发剪短，昨日她再度晒出到阳明山放风照，腰间露出一大截，炸出明显川字腹肌，好身材呼之欲出。蔡瑞雪时常在社群平台晒出美照与粉丝分享，昨日晚间在脸书写下最近是看芒草的好时机，找时间一起去爬山好吗，并标注自己在阳明山。只见她有留住俏丽短发，头发随住微风飘，身上穿住灰色短板小可爱，中空露出腰间，川字腹肌超级明显，凹凸有致的身材让网友看了超羡慕。不少网友看完后纷纷留言直呼瑞雪每一张都漂亮，看来那腹肌有努力锻炼哦，水当当你好美哦，我喜欢，引起网友热议。蔡瑞雪高中时期曾因上过校花点点名节目获得北一女神的美名，曾到韩国参加选秀节目偶像学校，虽然在中途就被淘汰，返台后人气直升，目前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。